谢谢。我可以喜欢你吗？还不下课？居眠りしてしまった。でしょ？森くん？なんでよ？またサボったんだ、こいつ。姐姐，我另外要送他一。你先说你的作业有多久没交？如果你还要继续上课，就必须交作业给我。你干嘛？还要请假的话，你以后就别来。喂，有病吧这女人？她今天是骑自行车来的，用这么久，车胎可以爆了吧？你没事吧？刚才二班那帮小子把你锁在里边。这么说不是森森干的？摸摸森森，我给你送伞来了。你不要嫌弃他。头发吹干就自己回家吧，这件事我就不追究。他为什么就对我一个人这么凶？对别的同学明明都很好才行，这太不公平了。ご主人の恋心、お前も恋。你也太慢了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我比赛赢了奖金，请你吃烤肉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烤肉啊？我其实不知道你喜欢，主要是我喜欢吃烤肉。萌萌，你今天发了工资，记得叫你醒吧。那等会儿卫生就留给你打扫啦。你这是压榨劳工。我的萌萌变坏了，走啊。我说你最近跟那个学生走的是不是太近了？他家里可不是一般的家庭，你还是小心点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。不听是吧？但愿你别后悔。我在公园等你。学日语这么久，我们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个词吗？是先生这个词，因为我喜欢我的先生。もしもし、ももこです。はい。你和我儿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我希望桃子老师能审视一下自己的年龄，不要做出一些让大家都蒙羞的事情。我的年龄没什么好羞愧的。您在指责我的同时，我希望您也可以多抽一些时间去真正的关心和了解他。他真的需要更多的关爱。你知道你是在对谁说话？你太嚣张。像你这样的老师必须要开除，不准再插手我的事情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不可以爱上的，既然要处罚，那么
请开除我，不是贵校的学生之后，你们谁也没有资格再指责我。这就要走了吗？森刚刚真的很帅，阿里嘎多，期待哟。Lionsky， 又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从不开玩笑。